哇，打塞拉斯是吧？哦，那好打了，打杰斯其实不好打，杰斯有点小贝克，很难抓到他。塞拉斯不一样，塞拉斯还是没那么难抓。他怎么不玩永恩打我啊？他玩永恩打我不是很好打吗？哦，他们没 AP 小心啊，铁铁们。我的评价是小心，应该是在，但是兵线其实还行啊。至少没有那样的爆炸的那种兵线。杀嘞！那我这把他闪现逼出来还是有作用的。中路的压力比较大，中单杰斯很难打的啊。这把靠诗诗老师扛了，很难打。说实话，真的很难打，因为中路线很短。打起来非常难进攻了，希望他能顶住吧。没办法，炮战被卡死了。还行，卢锡安伤害很高，有人帮忙吗？
慢慢耗，急不得。一下一百五，感受我的痛苦吧。这一下两百。又一百。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慢慢耗吧，慢慢耗。想杀他还是？不是特别有机会。他们的惨叫声就如同黄昏时分悠悠的虫。没大了。这个，哇哇哇，嘣！啊，我还是有点肉的呀。好、啊，啊，这个时候这把我就要宣布你的作用比他大了啊！虽然你没有打过他两把啊，但是我非常认可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从之前我就看出来你这个只是一时失误啊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！我就知道你行的啊，只是一时失手啊，和主播一样一时失手是吧？非常能够理解啊。打小我就看你行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打完给你点赞啊，太 C 了哥啊，刚刚是我在尬黑你了，道歉，说对不起兄弟。我们之间可能刚刚是有点误会啊，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已经解开这个误会了。这把不是跟我那把一模一样的剧情吗？一个打野在后面断后。剧情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把他变成了当时的我呀，一模一样的，那打野不来就是玩不了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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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跑的还是很快的啊。至少是发力了，单杀了，我操 ！A 闪，我识破，哇！可以。可以省个闪现啊！我不是很玩剑姬，我不是很懂啊。下次给我帮你打打野怪啊！你吃，我帮你打的啊！没事，我就爱做好事啊！不用客气，下次哥啊！我操！抓石狮老师，我来了！蛤蟆能烫不死啊！哎呦，跑折喽！他们将称我为哇，这炸两下受不了啊！哎呀！练到了，可惜。我将收割他们的指环，我将剥离他们的意志，
你好，逗你娃子，逗你娃子，别这样啊！啊，干什么？我还骗了挺多技能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抓到了，哎，盾还挺厚的，搏吧，一搏吧，别墨迹。哇操，四秒！小虫子能不能？小虫子好像踢不了。队友强我猖狂。这个主播也是有点用的啊，这个啊，给大家点个赞啊，我操！